看看米粒啥啊，在水里边呢。这个鱼有点排端着排晚了，大鲤鱼应该是哇哇要线。看着干的弧度，这是4米05/25号的西马诺，这干的挺硬啊，不远。米粒啥拽的，看天天有点累着了，天天习惯钓草鱼了。一直在要些，要好几次了。这两天确实钓鱼太钓太多，钓长期惯钓草鱼了，不愿意钓鲤鱼了，太累了。这玩意儿整一条鱼赶上草鱼，整十条了。来了，过来吧，看看啊，这有草，这鱼不敢使劲太使劲拽。咱是那个五号的主线，五号的子线。看米粒嫂的这手法硬实啊，够用，绝对够用。看着那个熊河啊，大美熊河，湖北省枣阳市熊河水库。这打鲤鱼不近啊？大鲤鱼。看米粒嫂怀手要，我就跟你们说，你够不够用得了，就这手啊，够不够用？来吧，这还有耗牙的啊，看这个，看看看看，我打这个打这个去了啊，看看啊，溜这边来了。那条鱼跑了没上来，我去打下杆，搞了个缓冲的时间啊。看看，谢礼，看看还要腰线，看那大鲤鱼啊，看看来了，媳妇你往右边来，往右边来的话断着能排的好一些，看看啊，看看这大鲤鱼太漂亮了，看看这老大家伙，哎呦我这老大家伙，看来了，你这啥手法就是不用抄网啊，就是慢慢帮带。到边上了啊，看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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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看米粒啥的啊，米粒啥你把前面照照看，给你个镜头来。看你在打的，看别人咋支持啊，拽不动了。推一下啊，那就推一下吧，来吧，哎呀，来吧，我饿的拽不动了，拽不动是不是太大了是吧，看看米粒啥啊，拽上去了。这样太埋的了，看看大理的，看看米粒啥，来给个镜头。好嘞，太大